星表意珍日前出席 SBS 演技大赏，只见她身穿一袭缎面黑色长礼服现身，不过一脚才刚踏上红毯，她的裙子竟当场裂开，露出一大片大腿肌肤。所幸她反应快速，马上就抓住裂开的地方，遮住大腿部分才没走光。她从容地走入会场，听到现场粉丝在一旁大喊向她打招呼，她也亲切地回头挥挥手，比起爱心露出笑容，相当敬业。许多网友看到表意珍冷静应对的反应，让众人都赞赏不已。而表意珍也凭借《模范计程车》获颁女子优秀演技奖。上台时，她感性地感谢导演、编剧、演员们给予的关爱与照顾，更表示自己会继续努力，展现出更好的样貌。